看起来好像下雨，对不对？但其实没有下雨，这整片都是雾，雨伞可以收起来。湿度不晓得多少，从小在这环境长大了，能见度大概不到50吧。这应该是游客吧。这能见度应该不到50。还记得小时候呢，就是我姐那时候她应该读高中吧，然后从台北带她同学过来，那时候应该是3、4月份。3、4月份，然后他同学到了我家以后，一出去门口呢，发现整片的都是雾，高兴的跟什么一样。可是从小这边长大已经看习惯了。小时候可能都不会觉得怎么样吧，但是长大其实觉得还蛮不错的感觉。那这台差点插到这墙壁了，这没有这么难开吧？这有需要开到那么旁边吗？都会了。车子停这边。